随着州众议员金对西、州第七区国会议员维勒贵兹、曼哈顿区长高布尔及市议员陈倩文等人拉开的彩炮响起，华人策划协会50年人助人百万行步行筹款及家庭同乐日活动3日正式在华埠哥伦布公园拉开帷幕。在紧密的锣鼓声中，金红色的舞龙队伍领头，数千名身着橘黄色人助人百万行 T 恤的民众走过布鲁伦大桥，为华策会社区服务项目筹款。